大姐，仲有。
瑞哥，人香港呢班狗官之外，仲有中聯辦呢班狗賊喺度哄騙我哋香港嘅成個市道。我頭先啱啱先睇到，我前面有人寫咗幾個大字，睇住用筆字暴露，林斌被燒死。點解當年林斌會被燒死啊？你知唔知啊？因為佢話呢班左口嘢喺度搞亂香港。就是呢個左口魚，佢兩兄弟喺窩打老道山喺個鑑送車翻工嘅時候，奸生俾中聯會俾左派嘅人奸生燒死，兩兄弟一齊死。呢個係乜嘢人嘅作惡多端？喺共產黨作惡多端，共產黨以為攞翻口九十之後，佢就可以胡作惡為。我哋嘅一國兩制當然無存，我哋慶幸今日國際有咁多聲音跳出嚟為香港人說話，為香港人，為香港人企出嚟講一啲正義。有時美國，美國吵翻佢就會通過嗰個人權民主法，我哋應該感謝美國為我哋企出嚟講一句說話。尤其是佢哋亦都有議員暗中嚟到香港睇到香港嘅情形，我哋今日香港係冇得選擇，我哋佢選擇呢一條路，呢條係香港嘅不歸路，我哋一定要努力奮進，因為我哋冇喺我哋冇選擇之後，我哋唯有支持呢班青年上街。昨日前幾日，我聽到某電台嘅節目主持人講。佢話解放軍如果真係要過嚟，已過咗啦，乜嘢藉口都有曬啦。佢敢唔敢過嚟？佢一定敢過嚟。我哋香港有嘅獨特嘅優勢係幫助緊中國揾錢，仲有佢哋嘅大灣區永遠不會成功。佢只不過想利用香港擴大佢嗰個。利用香港啊資本主義嘅地方，喺共產主義之下有一個雙面嘅旗號，大灣區絕對不會成功。你哋記住，我哋今日行到呢一條路，我哋係一條不